现在要来去老菜市里面吃米阿煎，阿姨吃下这米煎底，这米煎底怎么吃小底，吃锅水啊，哪能做这大片啊，你这小底啊，你吃锅，你有个改良没？不用像大片啊，片就无落去要切啦。哦。哦，大片起来还搁切。啊对啊。啊，这个免切啦。啊，这一片偌济？20块啊。20块。米阿煎可能是为中国福建诶泉州来，到了金门叫做万煎糕，传去中国诶广东澳门甲香港叫做菱糕。哎，我第一件看诶米煎底才细只。哦，对啦。来到台湾了后，有真侪名，比如米煎饼、板煎底、面煎底、米阿煎、米粉煎。较古早味啦。较古早味哦。安怎讲较古早味？传统的古早味。算我老爸，拢传落来。哦，恁公公传落来，第三代啊吗？哦，第四代。哇，阿哥恁做囝第四代啊？哇，真多人。第四代，我阿公就有啊。哦，开始唔就日本时代。我想啊，这种的爱给设计呢，啊，这不是机买变的就有呢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哦。较早我就想讲，这台机械就是。较早是用火炭。对。啊，这摆火炭，这摆爱家己用头家己烧，爱改啊。对啊。哦，甲改讲，伊这摆有瓦斯出来啊，对啊，爱家己头家己烧。其实，伫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日本的关西才出现鸡卵糕。一个叫做 Baby Castella。我是讲我咧红豆饼，我今仔无煎。今晚无做啊？嘿，我做我煎这较古早味，红豆饼吼，四个拢有啊。啊，所以我就先去烘啊，煎袂起啊，两个人要哪煎啊？啊，你这是几种口味啊？一种尔哦。啊，菜很呢。我菜生意较好。我想要下下桥，你来看卖，安尼，哦，咱伫徛在遮，咱看恁怎做无用的，伊只，啊，我无啦，我，啊，无只一块，啊，好好好，去遮注，去遮注意者。哎，你两只啥物粉？它的芝麻花生啊，无啦，芝麻花生粉啊。哦。这么忙去给呢？是哦，寿司买下去了。最后要讲米阿煎，在南投叫做三角饼，彰化叫做米煎饼，宜兰叫做米糕煎。